兰学校国策班24期讲授国家领导的艺术，要申请吗？阿扁9月15日在脸书宣布，将在9月28日开学的凯达格兰学校第24期国家领导与发展策略班中亲自授课，且将在北部上课，诚挚邀请脸友或推荐新写作伙报名参加。凯达格兰基金会执行长陈志忠表示，非公开活动不用申请，不过台中监狱表示参与活动要申请。凯达格兰学校不是党校也不是扁校，国家领导与发展策略班旨在培育与储备台湾优秀的社会精英，除了政经人文等讲座课程、户外参访教学，核心活动还包括台湾精神之旅、攀登玉山、人权之旅、凯达格兰大辩论以及关怀弱势、协助社福团体的社会服务行动方案。凯校是教育机构，凯校课程多元丰富，凯校授课更非政治或选举活动。担任八年总统、四年市长的阿扁应邀讲授国家领导的艺术，分享国家治理、市政管理的宝贵经验，又不违背所谓违法违宪的二不，不得接受媒体采访及参加政治或助选活动。矫正机关认定阿扁参加回忆录、坚持、新书发表会或签书会，都属高长医疗小组评估建议的增加治疗性出游、访友及参叙等职能治疗目标。阿扁要到凯校授课，何尝不是？依规定，保外医治受刑人是可以从事维持日常生活及职业所需的活动的，而且都不用再申请。阿扁为了维持生活及职业所需，可以开店卖公益彩券，也可以写书投稿赚取稿费，当然可以讲课赚取终点费。何况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官方分类是有政治的职业的。阿扁医生职业早期是律师，后来是政治。基于职业所需上台谈政治，怎能被剥夺限制？2018年阿扁收到选委会发给的投票单，所以可以去投市长、议员、里长与公投票。如今阿扁也收到民进党9月5日寄出的全代会通知与出席证，卓荣泰主席却不敢回复阿扁身为党代表能否出席9月28日圆山大饭店的大会。边啊所创办的凯达格兰基金会所属的凯达格兰学校，有关国家领导甲政策发展的班，简称国策班，第24期伫9月28日要来举办开学的典礼。啊边啊！嘛受邀请，要伫刷入去24期国小班的课程内底，要来担任着国家领导的艺术这个课程的讲座教师。阿咧阿边啊，伫9月15日的新永哥物语。啊！伊公开了后，台中嘉义的发言人副典学长，伊就讲：阿扁啊，若要去教书，要去凯达格兰学校国策班第24期来讲课，国家领导的艺术参加活动，就要提出申请。但是凯达格兰基金会的执行长陈志忠议员伊讲，这毋是公开的活动，这是室内的讲课，根本就免提出申请。啊，到底
是啥物人讲会较对，啥物人讲会较有理。阿比啊，想讲有必要甲大家来讲到这将军五当来阿比啊所收到的教塔，所收到的吞达，所收到的武玉，我的王坤，我要向大家来做一个完整的报告，因为啥物会使，啥物袂使，啥物爱申请，啥物免申请，啥物是活动，啥物是公开，啥物是无公开，公开爱申请，或者是讲连无公开嘛爱申请，实际上完全无一个 SOP， 将来毋捌有一个标准的模式，啊，输在感受内底安怎讲欢喜，啊，伊就讲另外一款的话，啊，若袂爽，啊，就阁讲另外一款的一个啊政策，啊，真正实在足歹扭捏的，啊，我嘛感觉足为难的，我更加认为这个扳手的伊嘛是安尼进退。啊，两难到底是要安怎较好？虽然啊，法务部矫正单位常咧讲，啊，这是加压，因是第一线，因所负责的，因就会当来做决定。但是知影内情的人，拢总非常的清楚，包括因咧办手的人，伊嘛感觉非常的歹做。因为呢，唔是因会当来做决策，唔是台中家家的人，这的人因有才调，包括电局长，包括副电局长兼发言人，包括卫生科这的办手，因有这个才调，因有迄个权力会当来做任何的决定，包括标点符号。文要出来，嘛唔是因会当写安怎啊得安怎，因为全部拢总是伫高层，拢总是伫法务部、矫正署，因得来做政策的决定。啊，台中感觉不过是奉命行事安尼念念，所以到底是变怎做，啥物的决定会使加袂使，拢总是。高层顶官决定了后，你下骹手带来配合办理。啊，当然为人讲，啊，这嘛唔是法务部部长会当决定。就亲像之前我有引用陈东山啊，秘书长陈东山凯达格兰基金会前董事长，伊所讲的话，伊讲有一届。伊家已经卸任法务部部长的邱泰山来见面，伊嘛感觉讲，啊，你为什么才对阿扁啊总统啊遐尼歹？啊，伊嘛讲，啊，这唔是伊会当决定，伊嘛用手臂讲这是啊高层啊对伊的一个指示，所以伊嘛感觉安尼真枉屈。但是呢，大家嘛知影。那如果法务部部长顶官还有人，绝对不是行政院，绝对是总统府。啊，总统府是什么人会当做这款的决策，做这款的下指导棋？大家用卡达乌想嘛知影。所以你要知影讲，啊，边个代志就是政治的问题，边案就是政治的案件，所以。不止侦办、审判，包括要来这个收押、禁见，甚至过来一言再言，一直言未煞，最后呢，来啊你安尼定言，啊来这个关伫这个监狱，啊伫台北关到台中，一直到即摆，人会当倒来厝。啊，低头起尾，拢总是马英九总统伊所做的
政治决定，意思是讲阿扁啊，要阿伊关起无？啊，马英九总统决定啊，关啊，到底是要关到对一页啊？嘛是马英九啊，伊做政治的决定。阿扁啊，艰苦的时阵爱盖好就医啊，到底伫爱送伊对一个病院较好？啊嘛是马英九总统所做的政治决定。刷入去，伫病院安尼七八个月，啊，刷入去到底会当返去厝无？或者是讲啊，阁继续来返去家乐？啊，嘛是马英九总统最后政治决定，无爱互我返来厝，啊，来医监去到台中家家，啊，伫培德医院诶边啊有一个淡病诶地区。来让阿扁啊，伫遐来演变，啊，这阿嘛是马英九总统所做的政治决定，啊，包括阿扁啊会当返来厝，啊，保我就医，什么代志会使做，什么代志未使做，迄个时阵嘛是叫阿扁啊，你若要出去，你就爱配合签两条，就是两部的承诺书，啊，保证书。保证讲，你出去了后，你袂使接受媒体的访问，你袂使从事政治或者是助选的活动，这款的两步，别人拢做没有的，阿扁啊，安尼量身定做的两步保证书，阿扁啊来第一个签署，啊，当然，这嘛是马英九所做的政治决定。啊，刷入去，阿扁啊，会当来离开，但是要怎来符合保我就医的条件，过来规范阿扁啊，会当符合的一个六大基准，病情复杂，啊，有生命的这个危险，啊，这款的标准，讲是保我就医六大基准之一，这之前没有，为着要让阿扁啊会当来。保我就医符合规定，嘛来临时呢啊，这个制定这款六大基准的办法，啊，这当然嘛是马英九总统所做的政治决定。啊，当来到厝啊，罗英石啊，部长伊对我讲，阿扁啊出去了后，那如果这个后生啊要来选举。啊，当然，做老爸来阿姨做算，啊，这是天经地义，人情之常。伊感觉讲这是无问题。虽然有两步啊，袂当从事做算的活动，但是后生若要选举，阿扁啊做老爸会当去阿姨做算。这是罗英石部长伫阿扁啊来离开啊台中加入了后第二天伊所讲的话。啊，当然，伊嘛讲啊，未使接受媒体的访问，是考虑到阿扁啊的身体健康未堪折。伊讲那短短啊，啊无讲偌久的，即款的媒体要阿你问，伊讲这嘛是会当来即、這个啊接受啊即、這个访问，这嘛是罗英石啊部长所讲的。但是到最后，拢总求求去。啊，这嘛是马英九总统所做的政治决定，所以咧，咱知影讲，伫2015年啊，正月初五，阿扁啊倒转来厝了后，第一个活动，阿扁啊希望会当参加，就是我所创办的凯达格兰基金会伊个感恩的忏悔。啊，正月倒转来，五月要来举行，啊，到底我会当参加，未当参加？迄当时，阿扁啊有向台中来提出啊，这个申请啊。迄个时阵啊，台中的这个经办人员对我讲，顶官讲，这无问题，因为呢，凯达格兰基金会这是公益的基金会，所以去参加着感恩的忏悔，这是公益的活动，唔是政治活动，所以呢。伊讲，因准阿扁啊会当去参加，阿扁啊倒啊，请问讲，阿你唔通骗我哦？啊，
凯达格兰基金会，我会当去参加，因为这是公益的活动。但是无多久呢，讲什么罗英社部长指示，讲这不是公益的活动，凯达格兰基金会的活动就是政治的活动。你也听几句，所以呢，第一线的台中家家讲会使，让我去参加凯达格兰基金会的感恩忏悔。是法务部的部长罗英社讲未使，啊，罗英社当然是请示马英九总统所做的政治决定。啊，你讲安尼啊，变啊，免怎去参加呢？所以那经过啊，这个安尼了后的这个争取，啊，咱嘛感觉讲啊，安尼真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困扰。所以在那个时阵，咱当然就无去参加。所以等到第二年的时阵，同款的凯达格兰基金会的感恩的忏悔，啊，就是咱蔡英文总统的这个时代，蒲台山部长的时代，有缘伊嘛无爱和我去，啊，所以在那个时阵呢，大开始经过交涉，啊，破例讲要和我去参加，但是未当进场去忏悔的现场，会当予我敬看到底是要等于啊民生东路的老厝去遐看看咧，或者是讲啊这个参加基金会的这个活动，啊只有呢会当住新娘房，啊未当入去到现场，所以伫这个时阵啊变啊讲。那安尼两个要我敬，我甘愿无要倒转去民生东路的老厝，我要去凯达格兰基金会感恩忏悔的现场，我甘愿伫遐带新娘房来接客。安尼2016年的感恩忏悔，啊，我就是安尼过。啊，当然说落去2017年的感恩忏悔，啊，边啊个要来提出申请。伊讲照常都比较过去啊，这个之前的迄个呢，只会当住新娘房。但是阿边阿讲，啊，我人安尼去一个呢，啊，这个下到时啊无食饭，啊到暗时啊，我去参加餐会，你阁要继续叫我住新娘房袂当？安尼食暗顿，啊，你唔得叫我住这个走廊，住卡面。啊，拜托内底的遮个好友，啊，将这个菜啊捧出来，给我吃。啊，我孤单遐，带卡面，安尼来吃一个只要的。你讲安尼敢会看一亲像乞食同款？所以就是这个另外呢，党团的歌总教柯建明来我带入去讲，食饭放底大，有代志伊负责。结果呢，我真正入去内底。会当来吃第一顿，但是呢，啊，这个法务部部长柯泰山，伊就气派啊，讲我安尼违背所规定的这个四不，啊，所以五不佮加一个讲不得进场，安尼讲我违背这个五不，啊，所以呢，佮来我处分，所以你也知影讲安尼要吃一顿，要去基金会。来吃一顿，安尼嘛是遐尼困难，卖讲阁要来上台啊，这个讲话，啊，说落去啊，边下阁来参加到这个啊，阁过一年的基金会感恩忏悔，啊，虽然讲啊，我袂当啊，这个已经啊上台，但是开始引准我会当入去内底食饭，但是你讲我食饭啊，在台下顶。啊！恁所看到是阿扁啊事先的录影的谈话，啊，敢会看见？我人已经去到现场啊，啊，讲我袂使现场讲话，我得爱事先用录音的、录影的，迄真正有够闹亏的就对。已经换政府啊，换部长啊，啊，竟然啊，搁玩这一种游戏，啊，搁几年了后，阿扁啊，搁来争取，啊，无安尼袂当让我上台。讲话啊，无我敢会当来这个拍灭，因为这是感恩忏悔，嘛是无款忏悔，所以来预备，所以来灭一只狗啊。
勇哥，安尼呢，讲好，你也要拍卖，但是你袂使去到台顶，你只会当到回灶箱，迄叫做上阶不上台，安尼准我来拍卖迄只狗啊！啊，其实我拍卖，我得爱讲话，啊，讲话嘛是爱讲伫政治话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无你要叫我讲啥物话？所以呢，真侪所在，你也感觉讲啊，是啊，真无聊诶！啊，就是来玩这一种安尼政治的游戏，包括讲阿扁啊，查某囝，陈信仪，牙科诊所啊，这个开幕，我讲啊，这老爸对着查某囝，好不容易当来开业，啊，我足欢喜诶，我要去啊，伊出席，啊，要来讲话，来啊，伊面咧，但是嘛，讲未使去。我也讲啊，会使去，但是未使讲话。啊，未使讲话，我是免怎免咧？到尾啊呢，研究讲啊，无安尼好啦。和你讲话，但是未使演讲，啊，只有会使致辞。哦啊，叫做致辞啊，不演讲。安尼讲，无要紧就对。啊，边啊要致辞啊，唔是演讲啊，但是所讲的这些感谢的话啊，嘛是加减甲政治有关系。啊，所以呢，你讲有必要安尼交谈吗？那要我去就我去，要我讲话就我讲话，你我喊这喊这個，啊，有啥物意义呢？就亲像讲阿扁啊，到底会使投票未当投票？伫马英九的时代，2016年，诶，正月阿扁啊，有接到投票单，我会当去投票。啊，过去保我一位的人，大家咪使投票。啊，所以本来，这个台中方面，伊嘛讲无问题啊。伊讲会使投票，大家咱会使投，你咱袂使投。啊，这是参政权啊。你的选举权也无去予人剥夺啊。你去投，啊，变啊嘛真配合，无讲啊，我啥物时阵要投呢？4:00截止，3:55我去到现场投。万一去用发觉的时阵，存无几分钟，阿扁也未讲话，我阁叫外人，唔敢叫家己厝内人载我去，卖去予人认出来，看我外低调就对啦。啊，结果呢，咱要去投票，啊，准备好啊，临时个，你通知讲未使去投，台先讲要我投，伊讲啊，这是这个全民运动投票，选总统、选立委是全民运动，我会使投，这不是政治活动。台中方面的人是安尼认定，啊，去到顶官的时阵，到尾也阁讲袂使，讲这是政治活动，袂使投票。啊，现在别人会使投，阿扁也袂使投。所以呢，欺人太甚嘛，这是马英九总统的时代，所以赶快。等到2018年，阿扁嘛揢着投票单，我阁要投。啊，蔡英文总统唔敢动，蔡政府嘛唔敢来阻止，因为部长已经换人。所以呢，我那第一届出来来行使着这个投票权，我才会当来2016年啊来这个啊，哎，2018年迄届我来投这个。啊，即个县市长啊，加即个立法，迄个加县市议员的选票，啊，加里长，所以呢是2018年，才准我投；2016年，我还阁无机会人投。啊，是安怎？别人会使投，我袂使投。但是讲袂使投，尾啊，我就会使投。我有投票单，我就会使投。啊，为什么阁我剥夺，阁我限制？安尼嘛，争取过来改呢？所以我嘛是要请问讲，啊，刷落去。9月28日，民主进步党的党庆，嘛是第18届第二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。阿扁啊，是下任的社会党主席的人，所以我是党员的代表，党代表。所以我嘛接到9月7日，民主进步党中央党部的通知呢，的公函呢，啊，佮有出席证呢，通知我爱出席9月28日。第18届第二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，啊，我会使去未？我嘛问党中央啊，我问主席啊，讲啊，你我讲啊，我到底会使去未？唔敢我答啊，啊，你敢我通知？
啊，我讲啊，我会使去未？啊，你也唔敢讲未使，啊，唔敢讲会使，啊，我到底会使去未使去？啊，无是你我通你假的吗？你搁咧我稀烂吗？有必要吗？我就会当去投票啊！公职选举、县市长甲县市议员的选举，你了啊，我就会当去投票啊！你讲我今仔日要来出席党员代表大会，你我通知我爱出席，啊，我若要来出席咧，会使袂？啊，是安怎？你也无爱我讲会使甲袂使呢？邓英台出席唔敢我讲会使甲袂使，啊，这毋是足奇怪的吗？表示你无欢迎吗？啊！若讲一个无输赢的九月二十八，啊，边啊揢着通知单，揢着这个出席证，我要去燕山大饭店十二楼，我要来出席，我要来报道，安尼会使袂？你敢我懂吗？啊！你啊我懂，会变成安怎？咪变成另外一个政治的新闻吗？啊！边啊要来行使我的党员、党代表的这个权利，嘛是我的义务。啊！那如果我去到现场，你讲未使，讲我都无申请，我得去申请吗？我要去投票，2018年，我要去投票都免申请啊！啊！你讲今天我要来出席党员代表大会，我得去申请吗？所以呢，到底会使未使，恁都讲我清楚呢？何况阿扁也是要来凯达格兰基金会所属的凯达格兰学校来上课。凯达格兰学校，迄也毋是党校，也毋是扁校，这是公共财，为国家来咧培养人才，社会各阶层真侪优秀的这精英，愿意来上课。阿扁也嘛足感激的，足欢迎的啊！我嘛希望讲，我会当甲因来分享我过去领导国家的这个经验，所以呢，第二十期开始，国策班第二十期开始，也就是2017年两当前，阿扁啊，就开始甲这些学员来见面啊。打开始的时阵，二十期就是讲来我阮家来我拜访，阿扁啊，利用会面的机会，甲大家来讲两点钟的课。啊，刷落去，伫去年两期、21期、22期，阿扁啊，拢总去台北凯达格兰基金会的会议室，甲大家来见面，啊嘛是照常来咧讲国家领导的艺术这个课啊，嘛是讲两点钟啊，啊大家真欢迎啊，大家足欢喜的啊，啊刷落去，伫今年2019年的顶半年第23期，就是伫中山大学南部班，伫南部来上课。阿扁嘛受邀请，我去到一个上课的所在啊，去教课啊，我有去啊。啊，这摆24期，阿扁也讲安尼，微微压压，唔是办法嘛？这也唔是咧，犯袂趁机，也是讲咧袂多，惊人知影。上课是好代志嘛？啊，你讲阿扁啊，去凯达格兰学校，这也不是政治团体，也不是政治活动，也不是选举活动。你讲安尼袂使吗？我得爱个秘密压力吗？所以我唔得讲建议，我无爱个秘密压力遐尼艰苦，爱正式现身，我就是正式的讲师。为什么？啊，过来我北大，过来搞限制呢？啊，毋是规定讲为着生活的需要，为着职业的需要，拢做毋免申请吗？啊，今仔日你准我签册毋免申请，因为讲签册话，我一条过一条安尼办，这是阿扁啊，为着生活的需要。嘛是对治疗有帮忙，会当甲姐姐、诶支持者、好朋友来见面、来食饭。所以呢，我连申请嘛免申请。啊，为什么我为着生活、为着职业的需要，我要去上课？
我唔是咧讲政治，我是咧讲国家领导，而且咧艺术，讲过去阿扁的经验，不管是成功的或是失败，或者是教训的，我相信阿扁有这些要甲大家来分享，要来和大家做一个参考，啊，看大家有啥物问题，大家会上来讨论，咱是安尼呢？啊！你阿扁的职业就是政治啊，政治不三十年以上。啊，我的职业除了早期是律师以外，啊，尾也就是政治啊。啊，政治这个职业嘛，不是我封的呢，这是行政院主计处、主计总处，因相关的这个报告、统计资料内底，因的文献，在职业的分类内底，都有政治这个职业呢。阿扁的职业就是政治，啊，无是啥物呢？啊，所以呢，我为着职业的需要，我来讲政治，我去辩论会讲政治，去九空八台湾国讲政治，安尼有啥物过分呢？有啥唔对呢？安尼就搁要来找麻烦吗？所以呢，阿扁啊，要来做一个结论，就是讲为着生活的需要，为着我职业的需要。这根本唔免申请，这是您所做的规定呢，唔是我的规定呢。因为阿扁啊签切有高费的问题，我会当生活。同款，我来驾车，我冇充电费啊，我会当生活，我要领唔领，那是我的代志。啊，总是呢，为了生活，为了职业的需要，我来干渴，有啥物过分吗？大家我评评理。汽笛声、叫嚣声让蔡英文动了气，连讲六次叫大家安静。不过现场继续鼓噪，蔡英文干脆正面回应诉求。对阿扁总统的人权。跟他在司法上、程序上的权益，我们一定会全力声援。我们民主进步党会负起这个责任，我们不会让你们自己孤单地挑起这个责任。保证党中央全力声援扁案，蔡英文一边向停扁群众。